如果再惹事情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爸小心点。终于，uncle，我看到钟毅抓着一个男生往那个方向去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我们边走边说吧。快走吧。 爸，爸，爸！滚！给我滚！爸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是要晕倒了。我反对的是他偏要去做，他存心要把我气死。你快点跟你爸解释清楚啊！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他连那个什么四海的阿郎都懂，还不是四会党？安哥，你看戏看太多了，四会党就一定是坏人。如果不是我们两个四会党，你刚才那间店已经给我烧了啦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要四会党来帮我。炸！ 快去啊！你说你想要重新开始，就是加入四会党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走。你要走，就把你的东西全部带走，走了就不要回来。情况不对，走吧。你曾经可以做个好人，你就是没有好好的把握。我刘志刚就当做没有生你这个儿子。 你以后在外面被人砍死也好，打死也好，都不关我的事。哎呀，你爸，你疯了！爸，你敢推？你想打我？你连老爸都敢打，你小心天打雷劈！你整天骂妈妈，我回来牛马，我不回牛马？你是很希望你儿子在外面给人再砍死是不是？我死！ 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我养到你这么大，什么都还完了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这个家不欢迎你，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。爸，uncle，爸。 费尽心思要你们和好，现在却搞成这样，你开心了？